这是我第三次玩孙策队哈，第三次。好了，希望第三次给个好彩头，事不过三嘛，不要再死了。带游侠撑三回合啊！印度神啊，就跟人说水人类，水人类。好，我知道这个一开始打很痛，但是一开始技能还是得洗。好，很痛，超痛，有过机车欸。哎，他就这样把他带走了，可恶！好，这边有风化啊，怎么又是这讨人厌的风化？欸，不是啊，我跟你们说啊，这个风化真的是，哦，考验耐性欸。好，对啊，水印度是神啊，梵天神队，梵天神队一开始用过了啊，幽助队，幽助队也是可以的 啊，这个以前的关卡拿现在的卡打都绰绰有余啊，说真的。那个风化的一直风化的 bug 一直卡在那边，害我觉得哪里怪怪的。哦，新变成二消真的是棒啊，超棒的。好，这边会把一堆转心，哎，这个心，好，这样我觉得这样子应该就可以了啦。心没有消到吧？好 ，OK， 好，来接着，我看一下，这个应该就方便多了。所以我们等一下要用龙克延迟它嘛，对不对？没有什么意外的话，库拉皮卡那个风化只要碰到就会有那个 bug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这边要开什么？我思考一下。为什么他的孙策先跳了？我刚刚有做什么事吗？好，这边先开一只孙策好了。好 ，OK。好，来这个，你们说要用那个嘛，对不对？要用龙克来延迟它，那我就不客气喽。两combo，这搞什么啊？这个。好啦，可是这样场上就没有心了齁，没心欸，没心。好啦，这边就延迟住他一回合，然后我们就是想尽办法要把他两侧再消掉一次嘛，对嘛，这样就对了嘛，这样子应该没有错了吧，就一波带走了齁，欸，是。我觉得好麻烦。啊，对齁，他要隐身，欸。哦哦，小魔女，谢谢。然后下一关，我记得是风化，是不是？中间风化9000，中间风化哦，这样子素环真也是开不了的一只嘛，对不对？哦，武装龙科 CD 减一，是不是？
哦，谢谢，谢谢。这边可不可以？这边有办法让它全部变水吗？哎呀，这个版面真的是太倍儿棒啦！应该是一波吧？啊 ，OK， 孙策三成就，好恐怖的三成就啊，解成这个样子。好啦，孙策三成就啦，过了过了啊，队伍只要这样摆就没问题了。谢谢你的观赏，还看得开心吗？喜欢的话记得给我一个 GP 哦，也欢迎按赞我的粉丝团，锁定我更多动态。我们下一部影片见喽，拜拜。